你们怎么还泡上汤了？不冷啊？热水冷啥？你也起来啊？啊？一起泡啊？我就别了吧，你们泡。一起泡吧，挺舒服的。不好吧？露天的，公共的，没事。来啊，来呗，快来吧。别说，这水还挺舒服的呀。你怎么穿着衣服泡啊？啊？哪有穿着衣服泡的？不用穿着泡一样，这脱了多冷啊。咋的？你还不好意思啊？哎呦，我有啥不好意思的？那你脸怎么红了？啊？红了吗？红了。热的，这水太烫了，你看我都快泡出汗了。要不你给我们拍张照吧，这景那么好啊。啊，拍照行，拍照这个我擅长。你站起来，把头放散，搞乱一下，侧身，抬手臂，右手摸头发，微微仰头看我。你蹲下，转过去，回头，提肩，低头，看我，身体侧过去，再侧一点，低头看自己的右臂，保持住啊，身子进水里，起身仰水。主要你把头放水里弄湿，多弄一点，然后你把湿发弄乱，搭在你另一边的肩膀上，然后下水，低头看我。